好漂亮哦。我觉得对，来这就你来之后这个节目到现在，我的最大的感受就是，我以前都一直以为我自己就是身边有一些异性的朋友，如果出现他们对我有一些示好，或者是跟我联系走音联系比较密切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很害怕，我就想要逃走。然后我就一度以为我自己有恐男症。就后来我遇到你之后，才发现没有，我只是还没有遇到我喜欢的人。那我呢？就是如果我遇到我喜欢的人，我就不会有恐男症，我就发现我其实还是可以很享受的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好了。他以为他自己是很怕男生的，因为在这个节目遇到我，让他确定了自己其实没有恐男症。就他觉得说他其实还是有能力爱的，就是只要有自己喜欢的，那就可能是隐喻，也没有明讲。但我觉得从他的说法中，我有感觉到他其实对我也是有好感的，也间接的让我觉得少了一些不安跟猜疑。